家好，我是越南腔妮 VIP 辣妹洗头马拉松又来到了第二天，跟大家说腔妮真的是很认真很严格在帮大家评分哦，所以今天一样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呢，来帮第二位小姐姐来打分数。这是季度比赛，所以呢我一定会非常的严格哦，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第二位小姐姐到底是哪一位咯。 Let's go。你好，这不是笑容会杀死人的 Yuna 吗？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画风突变？上次我记得是白色清纯的，然后这一次是桃色的，这样子。我感受到大家的胜负欲了，大家知道我可能要打分数了，因为他们现在也都知道了嘛，真的没有要输啊。
突然想到，因为很多客人啊，你们啊，来这里啊，不一定是只有胡志明市，说不定也可以去别的地方玩玩看。不然我来问一下小姐姐，她有没有喜欢的地方好了。太阳山 ，M 蛇兰子，蛇地啊，木山，木山，玉山，好 ，same thing 空，加 same thing， 工地空，所以是吗？骗人，应该扭扭。不过刚刚我想一下，他说他会去买书，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太假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来再问更细一点好了，欸老三子，天哪，跟我同一类型的，我超喜欢看那种就是侦探小说，然后去就是动脑那一种的。哎，荣安 ，Antique 干嘛？哎，是柯南。呀，柯南，真相只有一个。鸭浆啊，油红汤鸭浆，难怪推荐鸭浆哦。鸭浆了哇，呀，鸭浆，公牛。Ngồi lý yêu lịch Trung Quốc, ở Nha Trang nhiều lắm. Có Tây Ban Nha, có Trung Quốc, có Hàn Quốc. Hàn Quốc không? Hàn Quốc ít. Hàn Quốc đi Đà Nẵng nhiều. Yeah. Russia? Nhiều. Nhiều à? Chị đã nói với Ở Lô Sư, Xí Ban Nha, nói với Chào tôi đã. Suy Yá Trang, ồ对呀、啊，我去过两次都还没有拍给大家看，那下次我帮大家开箱，跟他聊很多很开心，现在都笑笑了。
洗头洗头。
这服务也做太足了吧。那 VIP 季度比赛的第二位小姐姐也结束了，不愧是每个月决选出的冠军，真的体验很好。那我们先来打分数。那我们先从按摩看起哦，按摩的话非常舒服，但是没有那种让我哦那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先来个 4.5 分。洗头的话也是很舒服，但是因为经过比较后我觉得也是没有第一位小姐姐来得好哦，所以呢是 4.5 分。 Yuna 小姐姐呢，她最强的就是笑容跟感觉那个氛围感，所以呢她真的是感觉女王笑容杀手，所以呢我决定给她满分5分。她美貌的话呢一样就是漂亮啊，但是强你心中呢被好几位小姐姐霸占了，就是真的很漂亮那一种，所以呢我们给她 4.5 分。我真的是很诚实哦，我都是先打了才去想说她的总分是怎样，结果真的也是 18.5 分耶。哇，那真的战况焦灼啦，那看后面两位小姐姐咯。那就请大家期待一下后续第三位小姐姐，那到底是谁呢？大家赶快去翻一下那个 list 啦。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大家拜拜。